我是刚刚应该出章的112年了，2月5号，分北捷运安坑轻轨14站站，右边是环状线，然后16:05。我们在等待列车进站。其实他们也很辛苦的。往双城。第二月台。详情。双城。56次哦，开往14站，然后等下开往双城，由台湾车辆打造的，然后这班是202。车号是202，开往17站。好，各位下面干嘛找我们多多电我们那边？好像变58了，开往双城，双城，要按了。好，各位下面干嘛找我们多多电我们那边？啊，等这台。过了我就差不多要回去，我要去开箱这车站其他地方，啊，还蛮开心的，至少。好玩铁道迷都很喜欢的一个，个捷运路段又开通了。还是在叫妈妈。